的 Jim， 欢迎来到北京。在这次的新专辑发布会中，你们会有三个任务要完成。如果在发布会完结前不能完成，你将要接受大惩罚。竟然想挑战我，准备好了。我想要借这个机会感谢各区的环球的同事，加油加油加油，专辑量满，面试谢谢，拜拜拜拜。最后还是要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来，无论是UNI 能不能一直来，对 UNI 能不能不分开，我觉得你对男人还是抱有一些信念的，对，和想法。既然想挑战我，你准备好了。